获得线索蝴蝶谷，立马前往任务地点寻找线索拼图。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里头呀？我觉得这里面比较可疑。侦查了之后才能知道里边有没有情况。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觉得这里面应该藏着什么东西。你来看看，这都是蝴蝶。会不会藏在？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又在这里边了。你那边有什么线索吗？看见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没有？有啊，你看看我比较可疑啊。啊？你看可疑不？有啊，你看看我比较可疑啊。你看可疑不？你要过来跟我一块可疑来啊。你行不行啊？让你找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这不正在找吗？你这找吗？你在玩上你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咱俩凑一对儿。哎，我们怎么走呀？这边。那一边闹吵吵的，会不会？我觉得那边有动静。那两个宋朝人，说我们走到哪儿，他们就跟到哪儿。对不对？有意思没？他肯定看上蝴蝶了。老白，老白，哎，看，哎，看，是不是这幅画？哎，你看我像不像你的搭档？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。你怎么跟这个健健一样啊？你看你俩。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嘿嘿，你看看了吗？你别一惊一乍的。看看那上面都是蝴蝶啊。蝴蝶吗？啊啊，那我看错了。你们别一惊一乍的啊，再一叫我们就不相信了。哎，嘿嘿，什么？嘿嘿嘿，我已经不相信你了。我也不相信，那什么？嘿嘿嘿，什么情况呀？快点！不是，搭档，你咋不过来了？我的嘿嘿三声了。有啊，你看看我比较可疑啊。好，那我看错了。再一叫我们就不相信了。你这回是真的吗？他说的是拼图是吧？对。这算一块吗？先藏起来，先别告诉他们，先藏起来。哎，你看那儿，干啥呢？你俩？你怎么老大惊小怪的？哎哎，有一块在哪儿呢？你天哪，你太厉害了！对他，你别看那么个子那么矮，那么圆乎，但是他真的是很灵巧。而且眼神也好，所以他可能是眼睛小的，他聚光的，他聚光。哎嘿嘿，这是谁哎嘿了呀？哎嘿哎嘿哎嘿，不是我今儿嗓子再这么嚷嚷我就坏了。哎嘿哎嘿哎嘿，你笑我，得得他笑我，哎哎一把。在哪呢？知道吗？知道在哪吗？不知道在哪。哎，你快来干点正事儿吧。在哪儿呢？你一块也找不着呢。你们找到有了吗？能给我看一眼长什么样吗？我没概念。
没见过。我感觉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没有，我在找呢。这眼神也不好使啊。我跟你说，咱们两队啊得合作。我们这是集体荣誉。啊，你们要找到四块以上，我们就答应跟你们合作，怎么样？要感应一下吗？啊，要感应一下吗？你要能感应是最好的。哎呀，我这帽子有点，你给我挂一下。嘿，这个人，嘿，我还有这功效。你打我信号了。你看，我们要都已经上秘密武器了。哎呀，谁能想到，我去，太狠了。哎呀，哎姐，你看这，哎呀，我看你小白边儿啊，哈哈。哎呀，我找眼药水的时候又找了一块儿。我们已经有四块了，咱合作吧，合作吧，不合作真没戏。狄大人过来拼图了，这块是对的哈，这块是对的，更不对。对，这个应该，这两个是一块的，然后剩下的应该是，剩下的这一是20块，还差四块。你们要不要先继续找我们？哪里还有啊？那卡住了是吗？这不就刚才那个地方吗？不就刚才那个地方吗？咱们看一个大概。哎哎哎哎，快走啊！走走走，我们知道是哪儿了。娜娜，哎，你那做饭呢？快点，你都走了。小宠物，等会儿。哎，大长腿，你慢点。没有必要的。你们想刚才小胖子跑得还挺快是吧？小健健。叫做三木的魔法森林里，住着一位神秘的结界守护者。一旦踏入这个魔法结界的入口，所有东西都会产生不可预料的质变。想要逃离这里，唯有四人同心找到神秘人，因为只有这位神秘人才知道离开结界的方法。四位侦探手里的线索直指魔法森林，森林与神秘人。